你怎么了？最近咳嗽很敏感哦。我知道，可是你放心。对，我今天呢，除了口罩戴好戴满之外呢，我回到家呢，就是把衣服呢立刻拿去洗，而且我还有用一个非常厉害的抗菌沐浴乳哦。你有好好的在做一些防疫，没有错，对于防疫真的是非常重要，因为现在真的是草木皆兵，有没有？在大众运输上面看到隔壁人咳嗽，像我刚刚那样咳嗽，我立刻换位置。我也是，我都超害怕，我一定马上戴上口罩，对，离他远远的。没有错，那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呢，现在清洁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除了我们戴口罩、干洗手、酒精啊、洗手乳等等之外呢，其实我刚刚有说嘛，回到家里之后也是全身清洁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像我也是啊，因为我原本就还好，但是最近自从那个疫情越来越严重之后，越来越多例了，对，超可怕的。我也是换了抗菌的沐浴乳。哦，该不会是同一家？没错，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绿的抗菌沐浴乳。没有错，而且它里面是有加一个有机的成分，还有有机的成分，对，棕榈果油。那棕榈果油本身保湿的效果也很好。有，我有听过，因为这个像我自己本身的护手霜啊，对，很多乳液上面，里面好像都有添加这个成分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而且它里面就是有一些抗氧化的维生素 E 啊、胡萝卜素在里面，所以对滋养肌肤也非常棒。所以等于就是我们用完这个沐浴乳呢，其实还可以达到保湿，除了清洁还有保湿。对，那我来介绍一下抗菌的成分，它抗菌的成分也非常厉害，叫做氯己定。那这个成分听起来好像很专业，像我这种就是一般的小白都听不清楚，都不了解这是什么成分。对对对，其实我原本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我后来去查了之后发现这个氯己定啊，就是会用在手术清洁肌肤或者是清洁细菌的时候使用。那我现在呢马上就来试用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们会先来测试一下它的保湿的能力。对，为了要让大家看，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Penny 手上的保湿程度。我们来看一下 Penny 它在还没有使用我们绿的抗菌沐浴之前保湿程度是多少呢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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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不上不下，三十，刚好三十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马上就使用我们这一款，刚刚说嘛，有天然的保湿因子。对，那我们来试用，你要洗旁边吗？对对，我怕喷太多。好，那这一款呢是刚刚佩妮说她喜欢的绿茶精油，对，它味道很棒，超香的，而且很天然的，对，是那种很天然的味道。对，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不管是太香，对，尤其是很多国外来的就是主打那种香氛，很香的那一种，对，这种化学就是那种香水沐浴乳，对，那种真的超香的，对，那个味道太浓烈，那它是比较天然的草本植物的一个味道。那像这一款就是绿茶的味道，所以其实非常温和，真的。而且你看，你现在轻轻搓，而且我刚刚只用一点点，轻轻搓一下就已经这么多泡泡了。而且它泡泡非常绵密，对，就很像那种洗面乳那一种细致，对，很细的泡泡。看到我们泡泡其实很快就产生出来，因为它起泡效果很快，很厉害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冲水，等一下要把它洗掉。这样有吗？有。好，我们看它在跑了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哦，它直接飙到35.1耶，增加了5%耶，太厉害了吧！哦，洗澡也可以保湿耶，啊，超棒的。而且绿的抗菌沐浴乳，它是我们的中国化工做的一个沐浴乳产品嘛，那这个药厂的话，在台湾已经65年了，所以我们可以信赖。我们说它是老字号嘛，所以有很多长辈啊，其实都有使用过它的产品，除非你自己本身也使用过，然后只是不清楚产品。而且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，叫半皂化的技术，所以它不只可以把我们肌肤洗得很干净之外，它还有保湿的效果在里面，也不会咕噜咕噜滑溜滑的感觉不舒服。没有错，因为像你刚刚就说嘛，我们刚刚有很多试售的沐浴乳啊，洗完不只是干嘛，保湿型的，对对，然后除了味道就是太过浓烈，就是化学香精味。好，那很感谢今天大家的收看，那我们每周三晚上都一样会有我们的 Live 沈好康，那我们下周三晚上见喽，大家拜拜，大家拜拜。